每年新年都会来到广福宫拜拜，一大早就许多信徒在这上香。第一步来祠堂找自己的名字，找到名字后就来给义工们帮你填上名字。恭喜这几个生肖中奖之后，就到后面去拿平安符和纸人。犯太岁的就来柜台购买一些必需用品，开始点香拜一圈。来这里谢太岁，拜好了就 banking 过去。师父开始为信徒加持补运，Thank you.
在旁边呢。